Hello，大家好，我依然是肖战，然后今天又是开心的收工日，对，今天收工了，我现在刚洗了澡，躺在床上，然后来录这一段视频周记，虽然又是迟到了一些，但是，就是想说这一周经历其实蛮棒的，这一周经历我想想，从。坐飞机延误，然后延误到第一次做活动，然后直接到现场戴个帽子上的，哇，确实是很难得的经历啊。然后现在脸红红的，对，我就是要用这个特效。为什么要用这个特效？因为我今天感觉又被晒伤了，因为我现在脸好红好烫。对，我就要用这个特效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觉得反正我这边很好啊，大家都很照顾我，然后你们也照顾好你们自己，然后我的眼睛现在好多了，就是离开高原就是会好，然后现在回来前两天，现在眼睛还 OK，没有很肿，但是很红很酸，高原反应没办法，慢慢来呗，就这样，不要吐槽我这个滤镜，这个人太憔悴了，就要靠滤镜来撑一下。就是这样，喵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就是每周的例行汇报，然后一切安好勿忘，然后照顾好自己。拜拜，喵。